绝大部分都是半职业车队，大概有一二十个车队吧。最小的车队，你其实一辆车就可以成立一个车队。目前连接车队比赛车总共有七辆，在台湾的话前五名以内的车队。这样的数字是不是符合大家心中的猜测呢？无论是多还是少，但这真的就是目前台湾赛车圈的发展现况。开打出来！成立车队就是为了什么？为了比赛，然后测试产品，然后广告站广告宣传。车队占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比如说我们比赛，赛前的车辆准备，在场上的时候，你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监控每个赛事上面有什么情况，然后你的成绩现在是做多少，会随时给车手一个回应，才不会导致说车手一直盲目的在一直用很极限的下去操控车子，让车子的这妥善率就一直往下降这样子。车队的经济来源就是靠 sponsor， 从101年成立了这个车队之后，一直到民国105年都是亏损的状态，自己投入的金额都已经是上千万以上了。他是吴昭如，目前是连接车队的经理，而他是林元虎，不光是台湾赛事的常胜军，甚至还多次远征欧洲，在国际舞台上和拳头拉力好手一同竞技。我们五月份再有什么赛事呢？五月底啦，五月底我们就出场珠海那一场。像珠海的赛道算是属于比较高速的，那这一次我们去是不是也刹车这部分会再要求？对对对，因为是这个赛道是属于比较高速的。先查一下资料，好像都要时速到290几，然后不能重踩刹车，然后再急加速。对，大部分的弯形都是这样。感觉起来，在台湾玩车的人很多，相关的比赛也不少。但为什么从车手到车队，大家都要开始重视对岸的机会呢？目前是我担任车队经理，车手的话现在有四人，车队技师总共有四位，然后车队的后勤团队总共有三位。现在中国的赛事非常的频繁，赞助金额是台湾至少五倍以上，所以说很多车手很多车队就是现在大部分都是想到中国珠海去参加重要的赛事。的确，以连接车队来看，他们除了会提供最佳武器让战士厮杀，这台车要像我比赛车这样做到700匹的话，是不是就更麻烦？你就要一定要拓缸，然后涡轮的话又可以再选择做更大一号的涡轮。卡钳最好是用大六，这是小六。因为原厂它是四个活塞而已，就这边两个，这边两个对象这样夹。那六活塞的话，就是它这边三个，这边三个，然后六活塞对象这样夹。对对对，力道比较大，对，要支撑它的制动力。对对对对。连接车队每个月还有将近10位员工要领固定薪水。为了纾解经营压力，除了选择高额的赞助商与奖金之外，把赛车实战经验转换成消费及商品，也是台湾及全球车队都会选择的生财之道。专业的事交给专业去做，台湾的赛车环境，他们还在努力之中。